史上第二名呢，则是蓝牛熊队的曾兆豪，2010年的时候有25次的中继成功。这一发把球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的安打。哦，拼二垒安打。这个球回传。二垒安打。脚程快的林志祥呢，还是上到的二垒。主要是打在左中之间的安打啊，那林志祥又本身有速度啊，又抛垒又很积极，这外角球掌握得很好。